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咧燉麵花之類嘅水晶花。我哋有蓮蓉、燉麵皮。呢、這個燉麵皮咧，我哋喺以上嘅視頻介紹過噶啦。呢、這個係同蝦餃皮係一樣嘅。咁我哋咧就將蓮蓉包入，然後咧就可以造型。嗰啲紅色嘅咧就係咧我哋燉麵。入咗少量嘅色素，我哋啲燉麵包好之後咧，就用一個嗰啲鉗點心嘅專用工具，將嗰啲燉麵咧就每一塊鉗起佢。水滾後猛火蒸四分鐘時間。我哋經過咗四分鐘時間嘅猛火蒸，而家出嚟就係呢個效果。我哋嘅水晶花咧就做咗出嚟，而家就出嚟呢個就效果，晶瑩通透，美味可口。大家喜歡嘅話咧，可以喺屋企做啲試下。如果大家喜歡呢個視頻嘅話，請訂閱我個頻道、分享、點讚、打開小鈴鐺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